我是小芳。现在很多朋友就觉得一下又是小芳，一下是小新的，分不清了。其实我和新哥是两兄弟。今天呢，是我带大家来去装鱼，因为昨天晚上下了一晚上的雨啊。再看那个稻田里面已经涨水了，我就用这个东西去装鱼，看能不能装到。好，我现在去那里找一个地方装起来。前段时间我们在这里捞过鱼，捞了很大一条的鲤鱼，就是从上面我们那个鱼群下来的。现在又发洪水了之后，肯定有很多鱼下来了。这条水太急了，装这边吧，这里比较好装。你看，非常好，完美，就装这里吧。不知道有没有鱼啊？这水好清啊！身上啥也没有。我就看到一只小虾米，哎，有条蛇在里面。哎，你别吓我，有条蛇，有条蛇，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，我最怕蛇了。有条蛇，有条蛇，有条蛇吗？水蛇，看呀，哪里？黄鳝还是水蛇？我看一下，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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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条蛇，真的有条蛇。我靠！我最怕蛇了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我直接就丢掉了。拿起来，拿起来，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。等下拿到上面去。好。找个棍子。这鸡很感兴趣、啊。我最怕蛇，我先把这个打开。我在看到水蛇，我就跳起来了。可能鱼被那个蛇给吃掉。哎，应该是的。我要下去了，我准备跑了。哎，哎呦！哇哇哇哇哇！蛇蛇蛇！哇哇！刚刚吓死我了，装到了一条水蛇。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鱼塘。然后我们上次在下面拉的那个鱼啊，都是从这里出去的，从这里出去。很多人说是不是那个鱼是自己放的？其实是自己养的鱼从这里出去的。这里面，现在还可以看到那有。哎，来来来，那有好几个小鱼，好多鱼，好多鱼。看，它准备逃走了。鱼群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跑掉了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？给跑掉了，那有好大群，你看，它这个都是从这里冲去的。今天没装到鱼啊，去拿两个白菜回去吃吧。